我没喝醉。小点声。我特意来找你的。你要干什么？说，我哪里比不上宋星辰？我比他年轻，比他好看，我有那么多粉丝，那么……资料准备怎么样了？把顾客的亲身经历和国内市场环境结合起来，也许能凸显我们店铺的优势。我需要在脑子里多过几遍。那你就再多过几遍，等着我的美味给你加油吧。嗯。苏队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？今天陆泉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问什么？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我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？真是个钢铁直男，这个时候还问这个问题。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决定好好考虑一下。还要考虑？你要考虑多久啊？你觉得呢？给你点时间，自己好好想想吧，笨蛋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苏清晨，是不是喝醉酒了？孟楠呢？啊？苏清晨。做什么的嘛？他是卖女性内衣的。是你喝多了，别闹了，行吗？我没喝醉。小点声。我特意来找你的。你要干什么？说，我哪里比不上宋星辰？我比他年轻，比他好看，我有那么多粉丝，那么多人喜欢。你别闹了，行吗？不行。别闹了。不要。我现在给孟楠打电话，让他接你。不要不要，我今天哪里也不去，我就住在这儿。行了，你别闹了，行吗？你。七岁的你，你第一次牵我的手。别闹了，我不知道。十岁，暑假刚结束的时候，你每天背我下学。那是因为你腿断了。十五岁，你为了保护我，一个人打了三个小混混。因为那些都是你找来的演员。啊，哥哥，你变了，宋星辰那个女人。看样子，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。星辰，我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这个地方是你来的吗？说，星辰，你听我解释。不必了。星辰，星辰，你先别走，行不行？星辰，我请你放开我。你别走啊，星辰。我这两天很忙，你还是先照顾他吧。请你能不能松开我，星辰？请你放开我，行不行？你放，你快点儿。